看看我这花，大姐，这几天都开了，开的挺好的呢。这个大呀，你看这个，这花，这个大，嗯，你看我这爬山虎，这几天都开了，嗯，这马上都快开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嗯，这个花挺好，你这个，嗯，这个花也好。那个是美人仙儿，是不是妈？这是美人仙吧？嗯，这是双季草啊。嗯呐，双季，哎，咱家双季草少就两棵呀。马上这小花园就开了，就是有点小。慢慢长，这小这才是花开。嗯呐，呀，这大手日不打咕噜了吗？就这个花好看，我可喜欢这花了。这个开的透粉透粉的。嗯。就一颗呀，啊，大手的，那个，没有，这三颗呢，这还一颗，你脚后一个，嗯呐，过年嘛就卤出了，毛葱和大毛葱，你看这边这嘎达像小瓜，这咱们是吃那瓜子儿，是不是吊着的？跟那个掐啊，也接个瓜啊，是不是咱吃那瓜子儿吊着卤出来的？给这掐一下，这还有一个呢，这小瓜。过年多种点瓜，咱们老害怕这个耗子吃，嗯，一好了耗子不行，耗子耗子，嗯。起毛葱了，起大毛葱吧。搁手薅呢，不能刀坏了哇，啊嗯！不能刀坏，这薅，一手薅，都起下来呀，这些都起下来吧。一样舒服。过年还种这个冬栽子呀，还是头大啊？照这还大。我一起，哥哥还是那个。搁一起去呗。搁一起，当哥起毛葱了。我们这毛葱年年暑伏之前得起下来，说下雨的话招雨水，从头后烂了就。那没说，起了得了，这都不小了。往下劈时候吧，舍不得劈，瞅着白瞎了。其实还是劈劈这个头时候，这头长得大。要是不劈，这头都长不这么大。这个葱栽子就是。秋天是晚，得说这冬天是晚，搁那土里冻完了，开春拿出去摘的，它头还是格外大，秧子还绿哈，还是头大，嗯，秧还焦绿呢。这个玩意能多吃，摘出它能多吃些，那就先都秧死。还行，咱家这葱头瞅着挺大。我这毛葱好栽一身，一栽身的头子都小。那前点栽的很大。这大，这毛葱搁下屋里搅来了。搅的亮呢，这个须子。和这个叶子都得搅下去，这回就要这个毛葱头了。这还尾巴多留一块好啊？啊，嗯，咋的？它是怕烂呢是咋的？烂，和浆出来。啊，这么回事，啊，就是这旮瘩啊，多留一块，嗯。这个叶子也不能吃了。那个大家伙还说，虽说是绿，但是这里头你看有这白斑，都是有那个葱卵啥的，吃不了了，嗯，吃不了，吃头了，也就扔了。嗯，这毛葱也得整七步生，这些，嗯，这头头挺大，待两天晒晒之后吃不了，拉早市卖点行。吃不了这些，能吃了这些吗？多行！完了，我这人心的刀。咱家这小燕窝里有燕子咋的？有，好像是有，啊。我看这个小燕始终没离这个窝。对，这北边那尖的好像没呢。嗯，那个没有，好像房顶上这个有。这个也不出，早都出了，早了。这瞅这样，这窝上这小燕咋出来了？看这壳。干壳搁那。嗯，燕的壳。嗯，这点玩意好像能搅三土篮儿啊，我这土篮满了。能，嗯，能，嗯，能，嗯，上个辈儿，这土篮子能。嗯，可
浇完了是那点的，给它铺了在这面了，手拉一层干的快呀。这就搁这吃了，这就行了哈。这个车也走不还是。中午做点啥？做点饭。有棒子茶的。摘点茄子。嗯，摘点茄子。这葱叶子扔它去，这葱叶子不行，不能吃了。吃了。这还一袋子，走吧。你这两袋子。嗯。那垃圾箱里了。这摘两个茄子，今天中午做点这个酱茄子吃。挑着嫩抽里再摘两个辣椒，给小圆摘了一盆茄子和辣椒，中午就用它搁酱炖点得了，做点酱茄子吃。把这茄子给它打下花刀，这头上拿几下子，再搁里几个辣椒，锅里放点油，把这茄子煎一下，辣椒也煎一下。翻一下个，多煎一会儿呗。这菜油也不大，姜、蒜、葱花，搁点这个大酱，这酱炖。少搁点生抽、花椒，再腾点剩饭，那个不喝盐了，这酱搁的多。黄瓜大，黄瓜大长这么大呀、啊！再插点黄瓜菜吃。嗯。咱家今天这黄瓜好吃。嗯，黄瓜挺好，长得挺大。那我有蒜，以后就搁点得了。啊、我那也好拌了。搁点大酱一拌。嗯。啊、蒜呢？对，茄子多搁点蒜好吃，好吃。带点汤行，就是搁点酱炖好吃。这里辣椒好，养点蒜，再养点蒜。啊、嗯，多点蒜好吃，顺卷。嗯呐，吃吧、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娟子，我们吃饭了，那都开吃上了。今天那个我大姐来了，做的那个茄子酱茄子，里面搁一辣椒，尝尝好像贵州，嗯，贵州有点那个得咸了，搁酱做的。其实这属于油焖茄子，但是咱们搁那个酱炖的，搁酱好吃啊。嗯，先尝尝咸淡，完了告诉你们咋吃，还挺好吃。你看这里面这样式的皮儿咸，但是里头这瓤不咸。这个好像挺好吃。嗯。我就是煎一下子，嗯，煎一下子，嗯、煎一下。妈妈俩好像挺好吃，煎一下子。那你吃咋样啊？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吃没吃着就说好吃啊？好久没吃好吃。我还没瞅呢，挺好吃。就煎一下子就好吃。嗯、大碴水饭，这几天都不咋热，今天就算热天了。嗯。辣夹，这是辣椒，尝尝这辣椒辣不辣？不辣，加点辣椒。啊，嗯，加点辣。我整一半尝尝。嗯，这是炒椒。炒椒，那不辣。八子辣完就吃。全煎一下。不像。
咱俩聊聊。地是不是都成利索了？这回烫完了，都烫完了。烫完了就好了。这两天暴有雨，其实咱这暴有雨，这雨还真没那么太下下来。嗯，下点小毛毛雨。现在最不缺雨了，不缺。咋了？远，两杯酒，两杯酒。十万块，行行。把这饭掌握的量好，就顿顿都那些。你泡泡酒了，泡酒下回你再扔它去。不喝，不喝，不喝。它行不甜？我重新整。妈说没啥说，白甜呢。嗯，要我整早。我哥哥听哥饮料瓶，我还整点，没喝冰糖啊。待会儿咱们整点那个那啥行，那个榨成汁当饮料喝行。甜了妈说的，泡酒一点不好喝。啊，我瞅你整了一罐。就那个那样干一干的，你大姐说她老婆整的是整碎乎的那个，她那是啊挠的，挠完了搁罩里整碎了，搁小罐瓶装了。她那个属于酿酒，对，咱们属于泡酒。我给你整那个冰糖也是搁多了，她就说我整的不好喝，发甜了。酒不酒，饮料不饮料，不好喝。啊，我现在玩意女的会喝的行。对，我现在玩意甜汁儿不能好喝的，那啥栽的了。嗯、要不都掉了，你说地下掉的，从、哎、这回都掉不少哈，全掉，全掉地下。摘下来之后，那个给它搁点那啥，搁点水，搁点那个冰糖当饮料喝吧，兑一点也行。再不就搁我挠了，对，然后凉透了，装在罐瓶里，搁保鲜里了。都不吃了，这是这点茄子，虽说咸，剩一个辣椒，茄子都吃。好吃还是搁点酱炖的？嗯，吃啥我们都不挑。今天简单的一顿饭就吃好了，光菜剩下的乐子一盘剩一口，这个应当让你儿子包了，这个一家一口都吃得了。嗯呐，好好吃。视频就录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